接人家电话，因为我跟一些高人，现在高人都在一起。那些高人哦，而且他们还会看前世。哎呦，你知道你前世是什么吗？什么？你的前世就是王小宝。小宝，什么意思啊？螳螂是什么？前世是什么？你们绝对猜不到。什么？什么？慈禧。好。慈禧。太棒了！哎呦！面对这群语不惊人死不休、演艺圈的不老传说，康熙这次可以抵挡得了他们强势来袭吗？赶快回到现场吧。我们家女儿是不陪我上任何通告。姐姐可以讲快一点吗？因为他不喜欢人家就是走在路上被认出来他是谁，所以他不愿意曝光。可是那天我们是母亲节的特别节目，就是要求他跟我来。那我知道他的个性，我就跟我经纪人说不行，他不愿意，就推掉了。结果他回来，我跟他讲说，哎，刚刚那个康熙啊什么。我要去啊！我说为什么你不是不想？我要看小 S 啊！所以我就马上把他抓回来了。OK。对。那集录完他开心吗？开心。他说你们两个都好可爱。所以他现在去住台中，是因为他有交往的对象在。哦，他结婚了。哦。而且他是设计师。嗯。他们。去年在国外拿了两个大奖，然后今年在台湾也拿了的恭喜设计奖。所以这个婆婆怎么样？她因为她说一个天兵一个天将，可见她应该也是那种媳妇耍根筋的，对媳妇弄什么啥。我们家媳妇儿跟我就是比我女儿还要再耍硬。所以你，如果你可以选的话，你会比较想跟儿子和媳妇住，还是你想要跟女儿和她先生住？我都可以耶。其实我是那种比较孤僻的，像我们家现在是一人一层楼，是就是独栋的，就有点黏又不太黏。所以你也是跟菜头大哥一样，是在家里上网吗？上网追剧、看书。追剧？追韩剧吗？追韩剧吗？没有，我《琅琊榜》刚刚看了四遍。我也在看那个。我看了四遍了，然后又买整套书回来。为什么看四遍？我不知道，因为我觉得里面第一遍看的是就是略过。第二遍要看仔细，第三遍我要看里面的布局，第四遍我要看所有的一切灯光啊、导演啊，还有一些。弟弟，你有一天让我看，有一天你看《林月秀》看四遍的，你要通知我一下，我就知道时间到了。说出来就是因为第一遍看不懂才看第三遍、第二遍。他喜欢那个戏，因为第一遍你就是被故事吸引，你就一直看，一直看，对你没有办法看到很细。所以你不用帮忙照顾孙子。没有，我负责玩他。然后你也不会要求媳妇要早起啊什么？那个不关我的事啊。OK。媳妇不整理家里可以吗？他高兴怎么样就怎么样，因为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习惯嘛。那我也有我自己的怪癖。你刚才在清谈吗？不是，因为我一直听不到。我只听到他讲话，我就会跑跑跳跳。难受是黑暗。他说有时候他讲什么棒，他说哎狼牙棒，我说哦。狼牙棒。我听不到。狼牙棒。因为很远啊。不是不是，因为他身体刚恢复。刚恢复。对，刚恢复。前阵身体不太好。所以最近好，最近都好吗 ？OK 了，只是声音有时候还是有一点卡。很高兴再看到美照姐。谢谢。很欢迎今天来。那个比中气是这边中气比较足。凤凤姐现在声音还是很大声哈。可以，还很，你也身体很健康，听得都很清楚吗？当然清楚啊。阿西平，你开背包干嘛？凤凤姐，等一下我打扰一下，因为昨天有一个人交代我一件事，我忘了。什么事？没有要送我什么东西？因为本来一直康熙要停，我一直要跟他来上，然后结果没有机会来上，很抱歉，我把他那个，因为看名字一下。汉典，这个是我，这是对，小 S 姐哈，康永哥，谢谢，龙千玉的，是我亲嫂嫂，我说让大家知道说，我跟龙千玉有这个关系，因为很多资深艺人都知道，都知道，年轻的朋友都不知道，他们都不知道，碰碰姐你要原谅。
你要原谅他。我刚刚打断一下，没关系，我们自己人，自己滴滴。因为刚刚，因为刚刚我跟胖胖都在叙旧，因为以前我们家开店，你如果忘记拿出来，你打会忘记。我怕我忘记，我先打断一下。对，新的吗？新的吗？对，最新的岁月刚好符合。谢谢，刚刚新平大哥就是示范给大家看，就是。想到要做什么赶快做，因为等下会忘记，真的会忘记啊，靠人忘记啊，谢谢谢谢，真的岁月不饶人啊，岁月不饶人。其实哈，刚刚你不是讲吗，到大陆去的时候人家都看到你都叫你啊，人家我去新加坡的时候，哇，新加坡的人啊，我去 shopping 的时候人家也看到我啊，说哎呀胖胖，那是你本来就很有名啊。哎，可是我在问他你在哪里看到我，他说康熙哦，我说哇，我很久没有上电视，说真的，要不是上这个康熙啊哈，我们这几个人呢、啊，这个老朋友很少看得到。好恐怖！你这样讲，你这样讲好恐怖。动作还是很利落呀，不是啦，我的意思是说大家都很忙，对不对哈？啊，歌厅那西餐厅都关掉了，都没有什么机会，所以我看到曹希平也是上一次来我们康熙才看到他，好多年十几二十年，去年呐上这个康熙才看到他，最近比较常出现，对对对，所以说你们的节目要关掉，哎呀，在我们来讲的话，真的好可惜。陈汉典、曹希平跟你要卫生纸，干嘛你擦？你有病吗？我也是觉得很感动，你知道吗？他需要卫生纸，这小孩是绝了，被点名这个我们三个人是怎么样的感动啊？真的是很感动，尤其刚才哈看那个哦小 S 那个跳舞那个样子，哇，不是一般人可以的啦，你真的是了不起。凤凤姐就是一见难忘啦，就是她只上一次，我们看到还是会印象深刻。对，造型太突出。她这个眼妆你学不会啊？哦，我这个眼妆哈，我是从我小姐的时候，我从20岁的时候画到现在，永远就是这个样子。因为你以为它只是一圈蓝，可是它中间竟然是白的耶。她眼睛闭起来的时候会看到眼影的部分吗？对，是有晕染开来的耶。对对对对。你说20岁就是这个画法？我以前就是这个画法。哇，这个眼睛下眼线也是这么画的。彩华，你看啊。对啦，你会，我们以前都是这么画的。对，但是我常被那个胖胖姐吓到。什么笑？王彩华，你今天的妆有改变，她走的是韩风味道，韩国味道。谁教你？韩国味道。其实今天是我自己画，然后来这边的时候，化妆师再帮我微调一下。是真的有年轻吗？气质不同了。气质不同，我几乎认不出你来哎。啊，真的哈。对呀，也花了蛮多钱在脸上。哎，彩华才是今天的晚辈吧？是我里面资历最浅的，对，他最小，今年对呀，对。那个我出道的时候，现在坐在这里的这几位都是当红的，是天王天后。而且在歌厅他有一个绰号，叫幼屁。哦，其实我16岁出道呢，我哇幼哎，幼的，脸泡起缩，卡成个顶扣扣。你委屈你，你跟他挖公头啊？那时候今天。那个，所以在演艺圈，很多人都喜欢吹牛，说他出道多久，出道多久。因为以前我们做秀都有海报的，那个都骗不了人的，是那个排名位置很清楚的。所以我说那些资深的艺人，我说我们都还活着，哎，你在那边吹什么？对不对？你不要。你又想到谁了？你在骂谁啊？不是，因为我看了很多，没有，我是看了很多艺人，他们说他出道多久，说我说。我在做主秀，你还挂在下面一个。请问以前的海报最重要的位置是中间吗？中间啊，大头。然后上面那些厉不厉害？对，还会有主持人啊。对，这档是谁啊？譬如菜头啊，跟谁主持，然后有谁。所以你们都当过大头吗？当然，我没有。你没有放在最大的位置。我那是小秀，我都唱第一个开场，唱完我就走了。他们都是副秀，不然就主秀。而且这个不能吹牛的，你有做过就有做过，你不能说去到时候叫你拿出来说没有，我拿不出来，拿不出来你没做过，你在胡说八道什么？你看出来真气，资深艺人行话家常，小 S 直呼像养老院。蔡哥要上厕所可以去。我好没有去，不要这样去。对不起，我急了。我也很喜欢看你们的脚，然后两个，你们知道了，上厕所。他还有，他以前到现在就是这个样子了。要上台的时候就说要去尿尿。那赶场也是。我为什么知道？以前他养老院哦。以前。我是夏克立。我是夏天。观众朋友。
要祝你们 Merry Merry Christmas。每周六晚间八点，中天综合台；每周日晚间八点，中视。全新《爸爸去哪儿》第三季。康熙来了！你看一下碰碰姐当时来康熙的画面。康熙来，今天来的这一对呢，是红极一时的男女双人喜剧搭档。我们欢迎廖俊和碰碰。让我们热烈掌声欢迎两个人。欢迎廖俊碰碰啊！各位，热烈掌声欢迎廖俊碰碰！感谢各位朋友，谢谢你进入我，非常谢谢各位朋友今天的收看。你的扫码空翻完有多少？原来什么天神梦里暗示谁中了？有谁要来了？你吓人！哇，我的亲戚朋友，你看站在这里了，你没看到什么阿姨？你好，阿 Q。啥？你叫啥？阿 Q 啦。什么？我们客家话的，我去上就不会讲嘞。你不会讲，他们唔叫我，来来来，抢裤牌的搞你的女朋友。你要搞我？不是，我们这个客家话教叫做搞。哦，你搞矮。我来搞你啊！俺矮嘛要搞你。我话用啥来搞？来搞你。你都没有这种哎呦那个也不拿丝巾，对，那你看学一下他拿丝巾的样子吧。那我们这个碰碰你看看，哎呦，今年已经80岁了，还有这种身材，好像看起来像18岁，你看这个身材不简单，走路啊，你看画完美术，刚刚要过奶壶桥的哦。就是你夸你刚刚讲我的时候，我很高兴，然后你会求我的时候，我就要打你。你看完，哎呦，这么闲了，啊，你好久是不是这样？是不是这种类型的？廖俊被打之后，他打是真打吗？真打，你用魔糖方，魔糖方啊，就打。你要不要当一下廖俊？我们有一点点，一点点，要不要？要不要？阿爸爸，你就要好好打阿姨鹅肉一个。我给你鹅肉一个，哇，美丽大方，哎呀，赞啦，雍容华贵，沉鱼落雁，闭月羞花，风中残烛，长堂柏油。好棒的表演哦，谢谢。不过现在看你们少了两个疤，我有点像济公啊，对，哎呦，真的好看，我觉得小优终于找到他的风格。我告诉你，这个弓都是手工一针一线把它缝上去的，你看看，哇，好细哦。碰碰姐，你说你很受不了现在年轻人的妆太淡了，是不是？哎，太淡也不太好看。现在就是流行裸妆，像小 S 姐这样啊，韩国太裸了。她的那个腮红并不柔啊，也是有一点呐，有。那她要怎么修？原来你有画腮红啊？有吗？我有。不一种，对哦，不一种，就叫不一种。前面的运动量都好大，动作很多。所以碰碰姐现在在家里还会跳来跳去吗？哦，我几乎在家里头都不跳的。不运动，我很少运动。那你只会到花园里头啦，那个种花啦，这样子。那你走路是快的吗？哦，走路是快的。像穿这样的高跟鞋会累吗？不会啊，不会啊，很好走啊。我反而哦，穿那个平底鞋哦，常常哎过丢，会跌倒。所以我在家里头，的拖鞋都是有一点带高的。习惯了哦，所以以前做秀的时候哦，都是高跟鞋，都在台上这么跳，从来没有在台上跌倒过。可是收工的时候不会觉得累死吗？
哦，收工的时候，因为我凭良心讲啊，也许你们大家都不知道碰碰的为人啊，人家我除了工作就是回家，好，然后呢，我是不抽烟、不打牌，好，也不打电话，随便找人家聊天的，绝对没有。你干什么？找谁聊天？你干嘛？对，所以你也是过着很我很平淡的，对对对，我只有种菜种花吗？啊，种菜种花，对。然后有在看什么戏剧吗？哦，有。我有看那个《武媚娘》，我真的是一个很乖的。然后家里人蔡圭要上厕所可以去。我还不敢说，你打 pass 很费神。我哈，不要去，不要这样去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也很喜欢看你们的节目。找两个，哎，你们去到啦，上厕所。尿尿。哎呦，他以前到现在就是这个样子了。要上台的时候就说要去尿尿。赶场也是。我为什么知道？以前在养老院呢。以前的，他不一样。我们只有以前好说的西餐厅的时候，他要上台之前呐，以前他也有跟那个廖军搭档过。廖军说：“哇，这个菜龟啊，哦，阿大妈有一点秀抖秀。”哎，我在做一场啊。我生日嘛，啊，然后有一个群主有个 line 啊，然后有菜头哥有回说滨崎步生日快乐，然后对，然后我就说奇怪，这个头没有人像啊，也不知道他谁，我就没有理他。萝卜啊，一个萝卜啊，萝卜呢？哪里都是菜头？我有写菜头萝卜。对，好，你两个我，你跟菜龟搞我，我讲菜龟也拍尾，你两个人就对，拍尾，把我的话打断。对，不是，因为我做顾伯看到面啊啦，啊，结果一张掉我。因为我迄阵就咧烦恼讲哦，好了，我记得，真好人耶，我怎会这样啊？我怎会这样去啊？我干嘛好？人家咧讲胖胖没功力啊！我知道导播 take 镜头不好 take， 因为人就位嘛，我他不一样。啊，你先补一下，我先补一下位置。啊，你讲，我不爱讲啊。我不要讲了，我讲哦，菜头啊，真的，廖俊就讲菜头啊，哈，阿达嘛，过去头啊，那小怕小怕啊，那啦。菜头还是菜龟？啊，菜龟，菜龟。你讲菜龟变菜？我讲到菜头啊，哎，对不起，我自己刚才讲什么我都忘记了。忘记了，我理解，我们这种年纪差不多。我想念我自己。那不可能，因为是今天有一个菜龟跟菜头。不要闲聊，好不你刚才要讲什么？你刚才要讲什么？他说菜龟什么事情？我说菜龟啊，上厕所的。上厕所，他常常你看现在我们在讲话讲一讲，他就说啊，对不起，我的尿急了，他都不害臊。我们的话要尿尿的话，我们绝对不敢讲，对不对？他一定会说，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要去尿尿。这样好大声哦！廖俊说，怎么这个人这个样子了？啊，大妈是过去啊，来爬大爬大。可是你现在如果素颜出去玩的时候，一般你的粉丝认得出来是你吗？认得出来耶，是声音讲话的声音吗？还是哎，坐计程车，大部分的计程车司机确定吗？会认得出来？对，计程车司机每一次说啊，你是碰碰哦，安尼就会素颜呢，素颜头发没有，头发没有，那声音啊，我戴眼镜，如果你不讲话，人家说哦。对，我认识你，杨烨小姐嘛，我像杨烨吗？蛮像的，蛮像的。苹果，你不讲话，你不讲话。杨烨，杨烨，杨烨，什么杨烨？杨烨，我有一次哦，没有化妆的时候啊，我有一次没有化妆的时候，我要去录影嘛，然后那个就是有管制，所以我们车一就要看，要先报车号嘛，然后就我到的时候，我把车窗摇下来，一看你外公啊，蔡秋凤。我这么出去哈，因为很久没有在舞台上表演了，大部分的人看到我都叫我啊捧恰恰安尼啦，不是啦捧捧啊丢啦捧捧安尼，都叫我捧恰恰。你都在哪一带出没啊？平房都在哪一带？森林。菜市场，我差不多一个月到菜市场差不多一次。啊，平常都有人帮我买回来给我。哦，你喜欢做菜吗？哦，好喜欢！我只要看电视，什么好吃的我马上做。所以陈汉典是
陈汉典是被你赏过耳光的人里面最年轻的吗？哦，我对不起哦。不会不会，碰碰姐。不过陈汉典啊，他真的很优秀。好，跟他讲什么，马上就记住。真的真的真的。没有，只打是说没有使劲打，对不对？哦，没有，我的功夫很好，没有使劲的打，打得刚刚好又有声音，很响，那个效果出来。请进，请进，来，都拍得到，不用弯腰。小威斯的临床反应超厉害，朋友提出合理怀疑。你的身体是不是藏着资深艺人的灵魂？我没有。是，为什么做每件事的事都做得好？对呀，学费就很多。哪有差不多？你有做过周星秀吗？真的没有，应该没有。这个真的太厉害了。东地秀吗？没有。默契。很尾巴。尾巴。就是最后的两场，也很惊人。我觉得我最佩服小 S 的就是她可以随机应变。恭喜爸爸！看我的什么画面？像康熙的画面。那你刚才没有跟我说话，就要上画面哦。现在要放了。是。先看再聊。好。好。好，我们邀请这位女明星进场哦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我比你们还要兴奋呢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看到了你啦，我也看到了你啦。我最喜欢的就是你们节目啊。彩龟小姐，很像日本的贵太太。对呀，很像日本贵太太啊。我觉得我有一点忧郁的感觉。很适合你，好有气质。你干嘛？我吓到了。舌头不要乱动，我只知道这样撑着脸的。这个惊吓的我还蛮喜欢的。不然你就摆出十种吓到的表情。那你可以用正常人的声音唱歌吗？正常人是什么？哈啊，下人会通了解，做不如的悲哀。他唱的跟你一样。啊！谁人会当了解这不如的悲哀？好厉害！这是小扣先展示。这张小抄，然后是很难懂的小抄。我看不懂那个纸。不是，我洗了这死鹅，是要做清汤的。你不炒鸭，不拿残菜，是要拿葱鹅吗？我洗了这死鹅，是要做清汤的。不洗头掉人花烂，不洗鞋掉虫。等一下，老师，你为什么跳走了？蔡龟老师，来宾崩溃了，好可怕！蔡龟准备好了吗？你的 memory。纳特莎疯了佩闷，西施是麦琳欧森。She's smiling a little. OK， 慢慢走。鞋子，哎，真的超厉害，因为那种鞋子擦的，它的那个，哎，一定要这样子，小跑步，应该是小碎步的意思。身体是不是藏着资深艺人的灵魂？我没有。真的是，为什么做每件他的事都做得很好？对呀。
我比他的晚辈很多。你有做过歌厅秀吗？真的没有，应该没有，真的太厉害了。工地秀呢？有吗？有吗？默契。横尾巴。尾巴。嗯，这是最后的两场。哇，你真的很惊人。我觉得我最佩服小 S 的就是她可以随机应变。你的歌好棒哦。对对啊。你就是不唱歌的时候，根本就没有人料得到你的歌声。我记得他唱《苹果花》，我们都吓呆了。然后刚刚那个 Memory 什么都好厉害哦。爸，所以你平常自己会去 KTV 玩吗？不会。可是你现在还练唱吗？练唱，只有在家里。可是平常讲话这样不会伤嗓子吗？不会影响你唱歌的能力？现在这个讲话。对啊。是不是我的声音呢？这个是他最正常的声音，就是这样。他不用装，就是这个声音。可是唱歌的时候会移到别的地方去吗？对，唱歌的时候就用别的方法来唱。所以唱歌反而比较不是你本来的。唱歌，也可以用这个声音唱，但是如果要唱比较不同的感觉的话，就是。所以你已经很习惯，你一唱歌大家就吓到，说你这么会唱歌。不晓得耶。他以前在秀场的时候是唱那种。很大的歌的，也有唱这种，还是搞笑，他很会唱，可是你们唱是把长处，可是你们都知道他会唱，但是他真的会唱，他唱日文歌唱的非常好，因为最早是碰碰姐跟廖俊搭档的嘛，后来又碰到蔡圭跟廖俊了，因为碰碰那时候是啊刚好怀孕，啊找不到一个跟他声音一样的，我的声音跟你不一样，不一样，差多了嘞。今天几号的事？十号的事。十号的事。对。因为我们的唱片公司的老板是同一个人，然后他说他的声音就是我的声音这样子，他 CD 的声音是这样子，唱片的声音是这样子。那结果他说哦，你的声音是这样，那你也在作秀，可不可以来带一下碰碰？碰碰他要生孩子很重要，不能让他闹胎。我就哎，开玩笑。好啦，你也瞎搞，我也瞎不赶快啦。哎呀，你也瞎搞，我也瞎不赶快啦。他戏有看戏，他戏有看戏。美娇姐要讲话，让他讲一下话。美娇姐要讲话。你声音不一样，可是他们的活泼很一致。是是是，对对对，谢谢你。你们都不知道我好可怜呢。我跟廖俊搭档的时候，我根本没有办法像碰碰这样子，因为碰碰他就那个我根本不会耶，我又想出另外一套。对。可是你们都不知道，我现在要承认一个秘密，其实我在台上作秀的时候，我都会用闽南语瞎掰，有没有讲？可是我会讲的闽南语就只有那么多，那么几句。结果跟廖俊的时候，我常常回答他的是因为我听不懂他就说什么。我就乱回答他。所以你生活中是一个不太会讲闽南语的人。我因为我爸爸小时候跟我讲国语，我妈妈小时候也跟我讲国语，然后他们两个讲日文，妈妈跟我讲日文，你叫我跟谁讲台语？所以你说观众都没有发现这件事？没有人发现。对啊，我现在因为康熙来了，他们说要拜拜，所以呢，我在这里利用康熙来了跟你们承认对不起。我觉得不用道歉，因为看那个歌厅秀的人，很多人都过世了。哎，乱讲。现在要停，最后还能够帮他澄清这件事情，所以他认为他的歌手已经纳闷了30年，说他真的很会讲台语吗？因为而且我还是最土的台妹啊，对呀，因为那时候台湾之中最土的台妹是谁？蔡圭，我在想要许我蔡圭很土吗？真的，其实我一点都不土哎，可爱。回想到很多往事，这个最土的台妹到底什么时候选出来的？是的，对的。其实因为几位前辈时间很少，所以我们前辈时间很少，因为他们上节目的时间，上节目的机会很少，他们其实上的集数都只上过通通在一起的机会很少，六集八集，对对。其他两个晚辈上的比较多，就是小纪平上了27次，然后彩华上过72次。啊，彩华姐有一阵子很长。哇，我那时候72，对，从开始有康熙就有我，所以我非常感动。可是今天这是倒数的第二次捧，我真的有一点点舍不得，真的很舍不得。可是你好一阵子没来嘞，是你刻意不要上节目吗？没有没有，是他们没有发我。他说他现在当偶像，他现在是偶像了，他不能那么。没有啊，他那时候常上康熙，后来康熙他红了以后，他不是出唱片吗？那康熙就封杀他嘛，因为他涨价嘛，他就封杀他。涨价的意思。
超哥，那他昨天好长一段时间都没有来啊。超哪有超哥，你又说不定所有的节目都涨，只有康熙没涨哎。啊？所以当时真的有这件事吗？我是真的涨啊，只有康熙没有涨、啊。真的有没有跟我们节目闹翻吧？没有没有没有，哪里来的谣言呐、啊？有啊，你看那影片，那个小 S 后来访问你就越来越冷淡，刚开始很弱，后来就越来越冷淡了、啊。我看出来，哎呦，你不要这样子啊！因为我每个礼拜，我每个礼拜一到礼拜晚上都看这个啊。那个他那个琅琊榜看了四次，那你康熙通常会重复看吗？一连重播就看，重播就看，一直播一直播，从十点一直到十二点，十二点到三点，三点一下要改成两点，是有看不懂的地方吗？有啊，有些我会看出，哎、欸，他刚讲了，我漏掉了，我没有他在想什么，我会再看一遍，或者说哪一个表演很棒，哎、欸，我再看一遍。所以你失眠的夜晚，我没有陪你度过了。哎呀，很重要，所以我说康熙要停了，我才难过的要死。我说晚上你看都不能看了，看琅琊榜啊，可以看四遍。王彩华承认微整形，改走欧美路线。有一次 S 看到我说：“天哪，陈华姐，你在笑，怎么都没感觉，没表情，对，没有表情这样子。”我说：“哈，有吗？”他说：“有啊，你满脸都针孔。”可是他现在这一次是自然吧？所以你是不是去？你是不是去拉皮？我没有拉皮，但有电波，整个脸都不一样。好呀，听到还有吗？对啊，讲到了跨年哦。好的。我们要看曹希明大哥在康熙的画面。欢迎曹大哥。我的舞步那时候最大的特点是屁股。飞给黑黑羊，夜夜新青春，棒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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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棒拍给你，我没有，我真的是不记得，我只记得飞给黑黑羊，野心青春，飞给黑黑羊，野心青春，然后青春这样。好难想象这是谁的，谁的？自动站出来好不好？老人不可以买这些啊。其实可以不用买餐，直接跟他要就可以了。好，哪一家我去投诉，我绝对投诉。上节目有人帮他们做造型吗？没有啦，那要什么造型？就照本来的样子就上了。那你再化什么妆都，有个防晒有擦他都不错了。你根本不化妆的。他这个风格也很适合拍一支美白的广告，就是一个。然后你对，昨天我是害我的，我先上雷震的班啊。不过用了这个产品之后，我现在棒棒棒。接下来，让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歌坛的动感巨星曹希平先生。汪汪汪，热情的姑娘，花似千百样，像小花猫，人人爱的狂。请问曹大哥今天要现场演唱吗？我看不要唱了，我们拍一拍结束，反正时间也够了嘛。不要再逃避表演了，快点，我们很期待。真的吗？这个眼神好像不想看了。我很想看，而且我觉得你姐帅。像一阵凉风，吹在人们脸上，眼睛都发亮，个个紧盯着不放。突然走过来，俏丽的姑娘，热情的模样，我那那的打扮啊。哇哇哇，热情的姑娘，王子千百样，像小花猫，人人爱的狂，谢谢你。哇哇哇，热情的姑娘，小心那野狼，不要慌张，只要我在身旁。来，掌声鼓励，谢谢。再根本不用其他艺人啦、啊，是是是，你夸我，我绝对相信是真的，因为你的眼神告诉我你不会讲谎话啊，对不对？其实我讲谎话，太喜欢跟你对话深交讲哦。我跟你讲，真的谢谢你哦，因为那的观众不是你，不是康熙，没有这么多人认识我。我去韩国出外景，我说你跟我拍照，你哪里的？他说我杭州的，我福建的，我上海。我说你怎么知道我？他说康熙来了、啊。我真的很感谢，我现在不是跟你开玩笑，讲真的。你很有魅力啊，而且你早就是巨星了。不是，那我不相信，说我怎么只上过二十七次，他怎么上七十二次，我都不敢相信，我怎么上二十七次？颠倒了，因为你后来中间躲了一段时间，对，我中间是有段时间。然后我刚刚看到以前那个影片，2004年的时候，那时候真的是很不开心的那一段时间。然后我就看了，就啊，感触好多。
只是来节目每次都唱热情歌，唱得很不好意思，好像没有，好像没有变。你现在去 KTV 还点得到你的歌吗？点不到，点不到。你红的歌是只有这一首是吗？没有啦，我还有《野性青春》啦，还有那个《九月星空》啊。最后一次何必激怒他？不会。那《野性青春》你现在到底会不会唱啊？会啊，就是飞越黑夜一样，《野性青春》，Come on。会啊，怎么不会？哦，会啊。好灵活哦。你真的假真的吗？我要哭了。我也是。你要灵活很好，哭什么？小 S， 我不灵活，你更担心了。他真的在哭吗？没有，我说如果我不灵活，他更担心了。因为你知道，人家走出忧郁很不太容易的。你现在已经完全是快乐。但是我很开心，我现在这几天我开始慢慢在想准备，我明年可以做一个小型的歌唱。哦，决定要做了吗？我现在有点压力，但是我一直在整理我的歌，我到底要唱哪些歌？日文歌啊，广东歌啊，还有泰国歌，台语歌，我再整理一下，然后。我想做一个很温馨的一个跟大家见面，35年不容易，人没有几个，35年，所以是要多小心啊，大概几百个人，我又不是你，你比较红啊，你人大概多，一千人已经算是最小型的场子，没有啊，你三五百个也很温暖啊，有三四百个四五百个位置，四五百个也蛮温暖，因为我们很近，我哭他们也会哭，然后来看你的。我们大家都五六十岁了，然后年轻的时候到现在，你要扮一个都是五六十岁的人。没有，我是说如果来看我的人，或者说他以前喜欢你的很多都是年轻人，年轻人也很多。我说那有些以前的一些，所以你要跟大家一起哭哦。对啊，我在台湾会把我这几年的想讲的话在我的演唱会超时吧。尽量不要超时，7个小时。对对对，因为还有很多人他是记得说，哎，超哥以前是歌星嘛，当然后想说，哎，听听以前我唱那些歌，不一定都是快歌，也还有一些慢歌。所以晚上如果没有康熙，就好好练歌啦，筹备你的演唱会。不会，康熙会一直重播吧？不会，因为12年还有可以重播。你就上网去自己找就有。不会啊，12年可以重播，因为有时候我们会跳到有些艺人没看到，像刚刚蔡老师那个都好多都好经典的。对，蔡头大哥那个很少看到，很经典啊，所以你会想看啊，还是可以重播很久的。你做这么久会累吗？啊，不会，精神很好，很好。OK。你在家里有打坐吗？当然有啊。你打坐可以打多久？很久，不可以这样做的。你怎么知道你不是睡着了？不会，然后在想什么？电脑跟人家相骂，骂到睡着。骂死他！他们哦，那个嘴巴真贱。打坐的人怎么可以骂人啊？那有什么关系？你明在家这样，在打坐在想什么啊？会想到什么？年轻人真的好会骂，骂到我真想那个脏字都出来。哎，我问你们一下话，你们平常这样打电脑，你们平常这样骂输了，哎，你平常这样，哎，你们平常这样打电脑或是看电视，你会不会边看电视边做运动？当然会啊。你看，真的，哎，我觉得以前我们不会，年轻时候。他想要讲打坐睡着的事，你干嘛要一直打？没有，因为他刚才，刚你一直在问他们运动的事情，我想说，哎，我们是不是因为有了年纪以后，看电视，不管看韩剧、看什么剧，都会边看边做运动？你有没有看电视睡着过？会，然后敷脸，脸都这样干了，已经黏在脸上，这样还是拿不下来了。我看一看就睡着了。那醒过来的时候发现电视机还开着，会不会很火大？我觉得还蛮高兴的，就有家里有声音啊，有声音陪着。然后我刚刚为什么会问大哥大姐的原因是什么？是说你们会不会跟我一样看电视在家里这样，边在那边弄来弄去这样？会啊，会啊，会啊。对啊，我都会做运动。年轻的时候不会，我会做运动，然后不但是做运动，我也是啊，我也是郑多燕啊。你可以劈腿吗？对啊，我也是跳那个。我没有办法劈腿。哇，小 S 你真的很厉害，你在家里天天在练。劈不下去，我劈不下去，我劈下去前下面可能会掉。硬劈，不要不要。不要叫一声了，不要。对啊，因为我腰反倒还没好。不要不要不要，紧张不要伤了。不要，可是我每天你都在看。不是，请坐请坐。还没生过孩子，来看王彩华。康熙来的气氛，我今天好不习惯哦。为什么很温馨啊？我从来没有跟那么多大肚子的人在同一个房间。我们欢迎王彩华，还有。其实我是想剖腹的，因为什么不剖？我很怕痛啊，然后我觉得自然生会身材会变形，然后我还去问过神明，神明说这个哦一定要做人生啊，你若不做人生哦，弟弟啊，还佫对个囡仔无好哦。一二三，拿下来。有差？你是画你是纹眼线吗？很久以前，大概10年了。你违规啊，小花姐！你什么都违规，你都违规了。20年前更是流行久了，我很悲情的。这边已经暗沉，你们就原谅我。
喜彩华姐，复健成功。哎呦，你还需要这种东西吗？为什么？小护垫。我不是停了吗？我哪有停？哎呦，太适合了。上的每一个节目购物台的这个东西产品，我一定要自己用过。你要的就是钱，但是我也要有人格啊。你没有，所以有关那个紧的事是真的，我一定要用啊，不然我不想听了，真的。我给你我老公的电话，打给他，你问他我紧不紧。打扮比较好看呢，真的吗？你现在这样根本就是很像哪个偶像明星啊！而且他不要开口的话，还蛮潮流的。这阿一开口嘞，就漏掉了。彩华是有亲口跟你说他要赚钱，是不是？不是，因为我知道他有多少贷款，因为他都跟我聊啊，然后他有两个小孩啊，那为那个家付出很多，那我就突然间不会再落泪吧，小姐？是哎，你们都好啦。今天又鼻音，对，要唱吗？不要唱了，好唱。是吗，妈妈？真的很像是母亲节献礼耶。今天像一个欧巴桑被四个牛郎要骗他钱，然后把他围住的那种感觉。勒索。王彩华，要走台步了，来。你走，我看你个，你就四眼，你这样难走。我觉得很适合万圣节做成公仔。也是变化很多，对啊，跟东西做好多好多事哎，是啊，就觉得好像每一次都不一样哎，对，每次不一样。而且你怀第一胎就来上我们节目了耶，嗯，那是第一胎的时候，对，第一胎。还有闲钱去弄这些无微博，不是因为有时候你知道哦，就是有时候因为镜头上我们为了要对得起观众，所以我就会尽量呢会去微调一下。对，那有一次 S 看到我说：“天哪，彩华姐你在笑，怎么都没感觉，没表情，对，没有表情这样子。”我说：“哈，有吗？”他说：“有啊，你满脸都针孔。”你像现在这一次是很自然吧？所以你是不是去？你是不是去拉皮？我没有拉皮，但有电波，整个脸都不一样。嗯，然后鼻子打了什么东西吧？整个脸不一样，鼻子有加了一点点那个玻尿酸。哦，难怪这边好漂亮哦。是，还有我也要去弄。还有吗？这要讲到了跨年哦。因为你看起来好像是 from L A or New York 还是哪里？有变有变。Very good 啊，漂亮。不能讲的，不能讲，不可以讲。讲不讲话？你又讲到落落了，对。我帮你发音，我帮你发音。讲完鼓也都破功。真的不可以讲。那时候就是长得比较怂啦，真的很怂。我啊，现在是怂够来。在康熙变化过很多造型，嗯，是。刚刚看到比基尼那个，就是那个会害羞吗？会，那一阵子会，现在更惨。你很久不穿那样子了。对，很少。你现在的心境是不是也不准自己做这种事了？不会，我觉得如果真的是节目有需要的话，我是可以。如果我的身材可以的话，我觉得是可以。所以如果你也开演唱会，你还是会可能会做出很大胆的装扮，一定要特别一点啊，一定要让观众哇 shock 的感觉。所以潮汐频道这也会脱吧？
我不会，我是做小小温馨的一个见面，然后跟大家讲，我们节目十二个人，我们节目是不是时间到了？哎，我跟你讲一下好不好？因为你看哈，27次嘛，对不对？这次29次嘛，对，我这样29很不吉利，所以下礼拜我还要再来。哎，那国强，你下礼拜不要给我钱，我自己来，我要陪他们到最后，因为你像28、29，哎，九不太 lucky 耶。我是没意见、啊。你有什么意见？我没有这种禁忌、啊。Okay, okay, 我拿出来，我出来不便宜的。你要陪我们到最后，是到我们的最后，还是你的最后？因为我可以跟他打扮一样，我们俩站在这里，你不喜欢看到我、啊？我更难看到你，丑八怪。哎，我比较快，我变那么慢了、啊。得一分，年纪大了，动作真的不一样，要快。年纪大了，动作不一样。是。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前辈这么照顾康熙来了，然后在我们这边其实秀出了很多晚辈做不到的这些特殊技能的表演，然后今天总算可以回顾一下，让大家回味，尤其是因为好几位来说是2004、2005年，大家可能错过那几集，所以今天很高兴有机会跟他们一起重新看到这些精彩的画面。谢谢各位今天来，然后谢谢你们对我们的照顾，谢谢。